我觉得这个是在最上面或最下面最安全的呀，这个中间那个点真的好难打呀。我中间三个，中间三个很容易被激活的。不要来中间，不太科学。中间这是被干的呀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在中间，完了，黑了。黑了，黑了，这不太点呀。哎呀，完了，打不了了，我在中间呢，我操。我去，这麦克风怎么断断续续的呀？这歪歪怎么？我听你们说话是断断续续的呀。这歪歪又爆炸了。我重上一下歪歪，重上一下。他好像歪歪爆炸了呀。喂，有声音没？喂，有声音没啊？没有，我切出来那个图像号卡的。难道是我网炸了吗？这个图好像前期练不了级啊。哎，听得到我声音不？现在听得到啊！我去，刚才我咋回事啊？这么炸了两天了，谁知道呢？昨天也这样。昨天是我一个人炸吗？你们都好的。不，我谁的声音都听不到。哦，那应该是歪歪。现在好了。对，现在好了。但是蛋孙消失了。他肯定没消失，可能是闷声发大财。他是。现在能听到了。现在 OK 的。哎，我在中间，别打我啊！哎，大哥蟹，我在中间，求别打！操，这野怪有病吧！哇，这野怪为什么打到我家来了呀？什么鬼？肯定是你去搞别人啊！我调戏了一下他，他还打我建筑了都。哇，这怪好强啊！这个怪，对啊，这个怪根本就练不了级。哇，其实怪简直强到离谱。你们都在练级，我还在被人练。我家里都被人给打死了，妈呀！又来一个白虎，来一个 KOG， 这夫妻都想好了的呀。哎，因为有人族吗？我好话都不说了，打得太惨了。对，不看颜色都不知道我在被谁欺负。我都没有，我反正我全部看的是红色的。哎呦哥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我们和和平平的发展一会儿啊。哦，我还发现这个图纸有一个实验室，这个机器人要卖空了呀。哪有实验室啊？中间呢，就一个。在哪？中间。哦。
哦，看到了，生意一定有点好啊。那生意要卖脱销啊，这个是。哇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好慌啊！我靠！妈的，这怪是为奥克准备的吧？我的天哪！天哪，这游戏没法玩了呀！什么鬼？完了，碰到一个大法师了，是不是你们的大法师？估计要被打死了。啊，好难打呀，这个！我感觉我已经快被弄死了。这个地图好像没什么分矿啊。没有，没有。有，很强。有分矿，很厉害。得砸树才能进去。是吧？对啊。Right， 这是你。是的呀，快死了。好，你们都打那么慢。我旁边还有一个自己人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还有谁？我旁边还有一个自己人，我要不放你一条命吧？那你还不快走？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说一下。我你妈！我感觉这个也是自己人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难？我被两个自己人围着。我感觉我中间也是个自己人呢，妹啊，一直在抱边打我，咋办吧？我被我两边强敌，我靠！我应该狠心一点就抬你出去，抬我出去干嘛？我是你的兄弟，我靠！我得看一看另一个人发育的怎么样。我是和平主义者，真的。我是最和平的好吗？看着你们各种打我都不说话的。我都要被灭了。哇，我们四个人都在这里吧？这个人也好像有点惨的样子，我的错觉吗？哇，这边都已经分矿开起来了。好吧，真的是我的错觉。让明来你是谁？完了，出事了！我怎么觉得只有我这么惨啊？我旁边的人，妈施救都开始出了，到网上面，狼骑的网他妈还在造呢。哎呦，这边是谁？我好像跟我旁边的兄弟说一下，休战呢。我们又要讨伐 PD 了。什么呀？哇，怎么一来就讨伐我了？跟你们讲，跟你们讲，中间已经被人占住了，已经塔阵都摆起来了，你自己过去看。你自己过去看。还是因为每次随到人组，赶紧先把中间的干了，真的相信我。大家一起把中间的人干了，不然这盘玩不了了。中间的是阴匪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塔阵已经竖起来了。妈的，我从来不造塔的，你不要诬陷我。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很多塔。对，干了他。好，我感觉我被十面围攻了，这个是。我去，这中间怎么塔那么多啊？打你妈！我操！我都是你妈龟缩在家里的。
毛，你差点把我干了好吗？已经，我都选择挂机了呀！你们这群人，我干你，我多大代价？我一本干你。现在我谁都打不过，旁边还有一个自己人。哇，这谁的分矿、啊？这么多分矿、啊你们真的是有点屌呀、啊！靠，你们怎么都那么会装啊？干嘛干嘛？猜，我猜了，我把它猜了。中间那里很多那个呀。去右边那里，你开右边的这个我来开。啊，好好好，现在只能这么玩了，懂得你。哎，我来帮你干他。上兄弟，干干干干干！哇，这个人很猛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剑士都炸到这了，追追，围他兄弟，我帮你锤，去干他呀，干他大法师啊！你们这把人数锤了那么多，看不清哪个是了。小心你自己啊！哎呀，哎，因为人家哪儿，咱俩连个盟啊！这个是 TD，、哦、是我懂了，原来这是 TD， 懂的，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。说这一盘上来就要走啊，连个盟、啊，走个毛！他现在开局很好，他四矿了，他现在四矿在开，跟你说，英飞，我们哪有四矿啊，乱说，那英飞好吗？你们打的是，这快点，啊啊，董卓来了，上船，打打，哎，别打我。先群雄讨董卓，真的相信我。哎呀，不对头啊，这个节奏！哎，我的妈，旁边怎么那么多自己人？我们都在这边，好吗？英飞也在，我也在啊。你离我们已经是最远的，我是最悲剧，我被你们三个围着，我操了！这都开不了矿，怎么玩？玩你开那边啊？开个毛！哎，大哥，已经在造塔了，好吗？那个人，那个应该是英飞。我操，英飞，给个活路呀！妈的！我在后面包他是塔了。一般闷头不说话，在那造塔的，十有八九都阴匪。我走了，我承认。妈的，我这么惨，你还搞我，真的是过分啊！我们现在联合起来，先把董卓讨伐了。怎么又讨伐我呀？我们联盟了，弗莱，这片矿给我吧。反正我不知道啊，林林跟你们自己商量。你改我，哎、我操！你能开矿，我又开不了。我们先把董卓给干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这边都被人家打死了，还干我！外面的大好江山在慢慢商量。一边在打我，一边说快要被打死，真是我能玩啊你！玩不动了呀，你们！哇，这个图其实挺好玩的，下次再搞这个图。这地形真的是歪歪扭扭的。不是，主要它的大点多啊，可能有什么跳刀之类的东西。哇，你们还有跳刀！就是可能会打出来啊，大点很多这个图。哇，已经有人被干了，完了完了，肯定是 TD TD 干的。现在要干嘛了？我发现菲菲啊，你这老冤枉我，我妈妈我都被干成狗了，你好意思说？不，我们不打董卓，我们就打中间那个。哎，我们中间那个是不是你？啊，弟弟，老实一点。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，走开。哇，你们这么凶残！
不是不是，这应该是银笔干了两家。这因为太凶了，这个不要诬陷我，老子在跟 TD 打，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不是，还有绝逼是你。哎，我操，我在这干不住了呀。你是我的学友，这么有实力。我在这快被干死了。哎，你们能不能别联盟啊？本来就是他妈的合纵连横啊，对吧？真的吃不消啊，这个。啊，我太惨了，我这个。妈的，蛋孙，你几个意思嘛？我没矿。哦、你可以开左边好吗？你都把人给灭了。我哪里灭了？不是你灭的，谁灭的？反正不可能是我。肯定不是我啊！我天天被你们这么追着打，人都不好了。哇，这个图他妈的能玩？我操！哎，什么鬼？叫那么凄惨？我操！这个图能玩吗？打啊！我去想要打个导矿，他妈被导矿灭了，导矿猛的一击，我操！你来消灭我了！我靠你！弟弟已经爆人口来消灭我了，什么鬼啊！我这导矿太夸张了，妈的，一下招了一对半的树人，真的很屌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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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 TED 消灭了 ，fly。在哪在哪在哪？几点？我家我家我家。但我现在真的他妈没兵啊！我已经要被灭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但我只有一点鸟，能不能帮掉你我也不知道。来了，我来帮你了。先帮一下，不然董卓真的要无敌啊！我操。哎，你们这为什么老说我呀？啥呀？在你家吗？对啊，他们两个在我家，哎、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哎、我上来都问你在干嘛？搞了，妈的！妈的，我好像打不过他呀！哦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对了，你活了。哎，我的妈，就没办法开矿了，怎么玩？要分远征军。我没有啊，我刚想开，然后被你叫回来了。我也没有，我的矿被蛋孙拆了。因为只是有个冰球而已。我冰球？我冰球？哪偷的？你他妈的侮辱我！我哪有？妈的，老子寂寞就碎片，哪有冰球？知道寂寞是吧？妈的，打不过了呀！好难，好像很亏的样子啊！我只是想压一下人口。别拉我的，别拉我的。这个矿给我了吧，大哥？我没矿啊，大哥们。那个不是我的，抬我一手。你们自己商量，你们自己商量。你们两夫妻的，我的矿已经被蛋孙拆了，好吗？啊，我都没矿了，怎么打呀？那个朋友居然抢到我们地盘了，我靠！怎么三个人？搞到一起了吗？什么三个吗？四个人搞在一起了，好吧？这只能挂机了呀！我都被你们追着打，都不好说啥了。我这挑战一波水友，看一看，摸一摸水。我的天，奇美了！我摸错人了，还能摸错人的？我真的出不了门了，里面的灯到处都是墙壁，这怎么玩？在哪呢，奇米拉？左上角，你的左上角，傻逼！你去打左方了，我靠！你打我们干嘛？你答应不答应这个矿给我啊？给你，我说一不答应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再敢打我，你就是狗！你们这么玩的？行了吧？
那怎么办？还这么玩？那怎么办？我开一个，他拆一下；我一开，他一拆。我靠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疯狂都 TD 好吗 ？TD 疯狂最多，跟你说，真的。哎，不要冤枉我呀！我现在他妈被十个人打的。真的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不早就说了啦。拆好吗？反正你在我上来就说了，联盟，我们联盟，别打我，先把 TD 灭了。哎，我现在出不了门，你打不打？你打，你不打我自己打。打呀，但是怎么打呢？没有病吧？打打打，我们没办法一起打呀。哎呀，我去！我的蝙蝠，我在想那个暗夜的奇美拉怎么办 ？TD 都不回救的。对啊，是不回救的。我他妈被一万人打的，怎么回救啊 ？TD 在挑战水友当中。哎，好像 TD 有点惨，怎么在这里升粉了？真的假的？我操，水友都六级了，六级力值了，吓死老夫了！董卓这把是不是被灭了呀？哎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！力取六级，然后那个暗夜有奇美啦。我们得一致打水友才行了。我水友有点猛啊，我感觉。妈的，真的是水友吗？是不是有职业选手乱入了？我操！你们两个是不是开战了呀？出不了门。我刚刚被打回城了。右边那片岛矿是你的吗 ，Prime？ 对啊。我操，你都有风矿了，这太惨了，出不了门。妈的，我这么惨，好矿都让你们开了，哎，一美一美，干嘛呢？那边水友打的飞，走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干嘛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干水友啊，别来干我呀！我打那个暗夜，左边那个暗夜，你左上角那个暗夜。啊，我去干他们去。啊，因为又是第一了，现在。好啊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干嘛。这因为怎么又打成第一了呀？我哪里是第一啊？我就一片矿。你现在是我们之中最有战斗力的，现在水友有点屌啊。好，妈的，水友这些兵俑，我操，看到老子都怕。那我要扛一波旗了。好，你们这个一来 N 个人打我也是够了。别闹了。我操！完了！哇！哇！哇！水友猛的一逼！哇！我去！我被吓尿了！这水友的战斗力！我刚刚部队团灭了，我的空军。水友大哥，我错了。我还装了个 B 矿都扔下去了，英雄白扔了一个。我被野怪干了，你敢信？不应该撞西米拉的。他不就打不过你了？妈的，我被野怪已经干了两波了，这个土野怪真他妈夸张。操，怎么那么吓人呢？
打不过就全赢。吼、哦！猛的一逼水友，今天的水友都很屌。超是谁啊？那么多冰龙，妈四个！你才知道，我刚刚被他撸了一波，我被他给打死了已经。哇，真的、啊、，TD 已经死了。你真的死了吗 ？TD 这个死了差不多，这个是。哎，这个人不是你吗？这个中间战况那个。不是我呀。就剩最强的那两个水友，我要被水友灭了。哎，这水友真的有点猛啊。剩两个屌的，一个暗夜，一个 UD， 全是七米拉。那么屌？是啊。大孙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我要养一波等级。你把矿都占完，我还玩不完了？那怎么办？我加上这片矿才两片矿，而且是刚摆下的。你都已经三矿了，好吗？你给我呀。我哪里有三矿、啊？就是三矿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看见的。这都会装啊，你们不老实啊！哇，零零，你的空军有点屌啊！啊，这是你把矿弄出来，我跟你说。别！你们哇，还要干我？太狠了！蛋蛋，我也要升等级的呀！哎呀，打不过了，我去！哎，啊，我太哇，太狠了，玲玲！给我，你自己有分矿，我没分矿，我矿踩爆了呀！啊，给你，形势比人肉。哇、哦，现在 fly 又是第一了。什么我第一？我们两个要团灭，好吧？我怎么就第一了？我你妈的，跟惨的不行。我听你俩声音，就是说各种让矿啊。让矿，你妈的是心甘情愿的吗？明显是被撸了，好吧？弟无敌啦！我，你别逗我好吗？我们啥东西都没了，我妈刚才被你们一人当经验数来踢的我都不好了。我再看看那个 UD 强大到什么程度。弟弟，你是不是被那个 UD 干跑了？我都快被干死了好吗？这什么干跑啊？好像 UD 是有点强啊，三矿了，我已经看见。四矿。我操，四矿，我。那地图的北方都是这个 UD 和阿叶的。我们四个人缩在南方，他们两个人占据北方。这没冒出来，惨的不行。哎，暗夜被英比干死了。没有，英比那么屌。听他们乱说。哎，你们是什么族嘛？我们打到现在我都分不清你们三个。英比是兽族，我跟玲玲是 human。哇操！哇，英比这矿已经
这么多了？才开才开，有点凶的。啥时候跟那个 UD 干一炮啊？据说右上角全是 TD。啥？别乱说好吗？我妈，我明明在左下的。D 不是那个人族。哎，什么意思，戴斯文？我没事干了，怎么办？我也没事干了，怎么办？这打 UD 啊， UD 我数一数，一二三四，我过不去呀、啊、问题是他欺骗矿，谁那么屌啊，欺骗矿。我们上来打的那个人族不是 TED， 这个 UD 才是 TED， 是吗？他已经无敌了是吧？那他不是已经无敌了？我操，没有啊。对啊，那欺骗矿，我他妈哪能欺骗矿，你别逗。这里交给我，你去干别的，英飞，干嘛呢？这是你，好，我好，我都没有杀了，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怎么能跑到这儿来了？妈的，我来骚扰的，好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杀你一个英雄而已啊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来一票经验是吧？玩的好呀。哦，你说的时间我都已经 A 出去了，没有杀的时候。毛，我说了你才变的，大哥，老实的不行。哇，766的英雄 TD， 我好说啥？真的是766的英雄，877好吧？现在，你们在说啥？我在打不过他、啊，等级高的不行。你们在说啥呀？可以啊，上来我还以为那个人族是你，哎。因为你还不干 TD 都877了，我再干呢。那怎么都一人一把跳刀了？我操，我太惨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们都是跳刀？我呀，没用呀，我等级低，我前面被零零干得太惨了。我也被零零干，我也很大代价，好吗？哎呀，这个英飞你妹啊！我是代表正义来消灭你的。哎、他妹啊！你们又是几家一起？我错了。你也没太多东西吧？级高啊！高成马了好吗？哎呦我操，又是两三家打我一家，你强啊。我想开矿而已，谁叫你欺骗矿。我去你大爷，你把矿都带了，那我们要开矿怎么办？你把矿带了，我们不打你打谁？好，这没得打了，我感觉好的了，咦，打 UD 好开心呐、啊！我真的碰到 UD， 我就觉得好开心，整个人都好了。哎，完了，我键盘失灵了。哦，好了，我操！哇，我第一次这个键盘失灵了一秒。哎，哎 ，TS 这个图，我们可以玩点帕拉丁。哎呀，好爽！帕拉丁这种英雄已经是好多好多年没出现在战斗场上了，而今天我给大家秀一把神级的一个帕拉丁的正确的
应用技巧。天使这个图真的是专门给人族设计的，然后切一下看一下有直播画面没有。然后 UD 别去卖基地，你让我好好玩一下呀！我跟你说，打腾讯天地平台最好玩的就是随机大战 UD， 因为有各种知识、各种方法去打 UD 的。你想，作为中国好导师，不是吧？人家那个《中国好声音》里面导师不是什么 rock 摇会、RNB 摇会，然后流行摇滚那个流行乐、蓝调，是吧？什么？什么爵士都得会，说像我这样的就是属于花式战术我都会的，特别打 UD 这种，像这一把我就扮演着一个人主打 UD 的一个角色了，那个真的是爽歪歪呀！你们简直不知道，当年我打魔兽是吧，打到后期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失去那个乐趣了，以后让我找回乐趣是怎样，就是拿随机去打国内的很多 UD 选手，特别爽，就感觉是吧，我有找到一点新的玩魔兽一点乐趣了。因为确实打 UD 的话，我本来自己就是个 UD， 很了解 UD 的各种风格各种打法，然后呢我打魔兽这么多年遇到的战术也是千奇百怪的，所以我可以把以前遇到过的战术用在 UD 身上，然后我知道我用 UD 该怎么打好打一点，所以特别特别邪恶。哎哦，然后造个塔，造个塔，象征性的造一个圣塔。你们就说你们有多久没看到过这个帕拉丁首发了？特别打还打 UD， 太多太多年了呀！当年这个图打 UD 帕拉丁首发简直是个神。打到跟 Fov 啊什么 Lucifer 啊都不会打人族了，但是呢后来这套打法就直接被破了，而破的那个人呢，对吧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这个逼装的如何。哦好，对面这个这哥们儿是干嘛，他难道是常规输出流吗？这都不来搞我，那我就练大的了呀。一般人家不主动来搞我，我就要主动的去练一波大的了。哎哦哦哦！我亲哥，你这是！我勒个去！这点点背啊！哎呦，我感觉我要团灭了！我去，大爷的！我不开矿了，我不开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心中有一万匹草泥马狂奔而过，不要问我为啥，我真不开矿了这一把。我扯妹的，我练个鸡容易吗？哎哥，你至于那么搞我吗？你是天王派来的吧？这一幕我记得很熟，以前我看过。天王打我的时候练这个疯狂的时候是被这个电动给烫没了的，啊好伤啊，不会玩了已经。我已经不会玩这个游戏了呀，怎么玩啊？这跟剧本写的不一样啊，剧本是我率先练完疯狂了，然后很简单的直接开了一波矿。我还是狗，哇，他树矿的吧他？我感觉这哥们儿是树矿的。有两下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会土遁，你看隐身了，你找不到我了。好漂亮，我走开了。哎呦喂！我觉得我这把要挂呀！
哦，我拿过哈去找一下。哇，他直接练得疯狂了，这个是。哎呦，心好塞呀！这真跟剧本写的有点不同啊。可，我靠，这的矿开好了。啊，胆子也太大了，直接速控的。啊，你说大哥我都没开矿，你就开矿了，这像话吗？这个。这说出去都要笑笑死人啊！人族矿没开好，这幽帝矿就开好了。啊，不过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这一波还是能骚扰一会儿的。嗨哟喂！哎呦，你不是吧？玩不动了呀！呀，我觉得好大劣势。真的是劣势有点大。有点把持不住这个劣势了呀。哎呦，你让我加个血嘛。够了呀，哥们儿！嗨哟喂！来一记五一杀呀，但围不了啊，这个。我去，我想这把怎么打合适啊？我把 TP 卖了算。这不能让这矿那么顺呢。矿不敢让你那么顺，那么顺要出事儿了。
done what? Right as your call. What is it that you ask of me? Oh my, be quick. 这他妈的也太惨了我。我说我这一把造塔了，不造塔非汉子。我就造塔打你。我这一把眼里只有塔呀，不要问我为啥，我想赢。哇，那么多天鬼！我操呢！要是毒啊，这天鬼！血了呀，他妈疾病在爆啊。哇他妈天鬼不要钱的这个是。哎呦妈呀。这他妈天鬼真的是不要钱的。这个让我情何以堪。我得把飞机憋出来，飞机憋出来才能赢，然后我处理不了那个。龙鹰这玩意儿是没前途的。我第一次感觉这个
我操！我真的第一次感觉那个什么，天谷还有点厉害。哦，这把要上一个打飞机了。血液这真的是有点多呀。我操！你这数量有点夸张啊！他妈真不是我吹呀！有点夸张。那没什么用啊，我跟你说，哇，飞机哦，那个熊猫要上演一个经典的打飞机了吗？教你正确的。稳来呀、啊！我一个一个耗你。哎，慢点。甩飞机技术哪家强？哎，看一下什么要扔着打飞机。哎，回来！我一会儿拎着个天狗就没了呀。哎呀，六！这一波可以。这一波可以的。我想真的是天鬼这个东西太弱了。你要知道我是帕拉丁这一个神奇的英雄。我还能毁灭的。过急我跟你说。哎呦喂。妈，这个 CC 的我耳疼，赶紧买，赶紧跑！好波坦克了，我就说，有的时候下手要狠一点。哎呀！哎呦，别喷，别喷，别喷！你那口气有点大，一喷我就没了。不过无所谓。那天鬼惨不？哇，好多呀！
他打算毁灭来枪冲啊。我还真是打算毁灭枪冲。我你大爷的哟，你能不能温柔点？你毁灭枪冲了，我也有，对吧？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根本不慌。来嘛，你无非就毁灭嘛，无非就毁灭而已。来来来来，我看你能冲几轮。我就看你能冲几轮啊，反正我在这儿不躲不藏。哎，乖的，我去我去，妈的，这个龙吟跟什么纸做的，这龙吟太弱了，我直接拆矿根。来来来来，我看着你了，我看着你很强势的一波。哇，你别说，这个强势的一波还有点凶。真是有点凶的。来了。我去。别小瞧毁灭啊。这毁灭真是有两下子。哦，不要了那个龙吟。算了，还是要的。嘿，哎呀，这等级有点高了呀。再说你这个就属于顾得了前面的顾不了后面，横竖都能把你给弄出去。要相信你，只要是用了天鬼这种传奇兵种，死都不要太惨。真的假的？你还在我脸上开矿？不合适吧？不合适吧？这个，哎呀，这帕拉丁不好用啊，哥。这真的不好用的帕拉丁，太难了，这一点威慑力都没有。这个，哎，这今天第一把又打得我有点凶。对啊，飞机要打不过了，就最后就可以直接用一个那个坦克来对空就行了。今天二贝尔没有比赛。